各位观众，呢只系一只松鼠啊，佢而家咁样企高咧，佢其实做一个放哨嘅动作啊，睇下有冇敌人啊，有个天敌喺度啊。咁咧，见到呢只松鼠咧，我谂起我一个经历啊。嗰时系揸紧校巴嘅，十零年前啦。咁一次咧，架车一路一路行啊。突然间咧，见到一条颈巾啊，会自动咁样飞上天嘅喎，一条黑色颈巾自动飞天啊！哇，我咦咁奇嘅咧，跟住开慢少少嘅车，定神一睇，原来咧系有一只麻鹰啊，其实唔系大麻鹰啊，嗰个叫隼啊，一只隼啊，即系麻鹰嘅一种啊，咁样骑一担担住一只松鼠，咁样飞咗上天嗰度。咁佢當然就跟住整瓜佢嚟食啦，呢個係佢嘅餐啦。咁陣間再講一個喺麥卡雲嘅 Sherpas 一停車場同麻鷹有關嘅故事，分開嚟講，因為而家要繼續啦，運動一下先。運動一下又講一下嘛，因為運動到咁上下，樣冇唔夠氣啊，唞一唞，跟住繼續講。